胡萝卜做的胡萝卜，这个是紫薯跟芋头做的鱼雷。别许愿啊！别许愿，许愿，脑子里想一想，许什么愿？许好了，好了，许好了，一二，真棒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Pepe. 看看先吃哪个啊？好吗？吃吧。吃吧。最后的字母了啊，吃吧，这是紫薯和芋头，再吃一个鸡肉做的兔耳朵，直接吃吧。哇，不嚼，你这不嚼啊？我还是给你戳了。这个是西兰花。希望今天 Pepper 过完四岁生日能够更听话以后。吃个西兰花。把那签儿摘了，没事，签儿也可以玩。炮仗全靠这鸡，
太喜庆了，还没见过这么吵的鸡呢。说两句啊，这个是你是不让送的，下次你见到不让的时候，你好好谢谢人家，好吗？这就叫鸡飞狗跳了。